Hello， 大家好 ，Ray Wan です。好，这一次要来尝试用一用这一张新的交替悟空啦。然后交替成悟饭之后，哇，卡壳哎，各种我喜欢的必杀动画，那个必杀动画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反击必杀啦，帅到炸裂啦！虽然说可以触发的机会应该不是太多啦。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哎，等一下，这个好友有贴这个特殊贴纸，还蛮不错的。如果是交替成悟饭的话，怎么说，有点小遗憾呢。它的旁边那些细小的闪电呐，哈，没有这个特殊贴纸的效果在上面，不会动。要不然的话会更好看，不过这个悟饭的这个 pose 就是好看就是了，没得说，没得顶啊。OK， 我们这边稍微来看一下啦，这一张好友。开了两路啊，然后这张悟空本身的能力超赛跟孙悟空系谱类别7D加上血光防170%，然后拥有人造人间或赛鲁篇类别的角色血光防再加30%，都得200%啦。那虽然说这个200%的角色有一点窄啦，就赛鲁篇全部集中在赛鲁篇里面，可是超赛的角色应该还算是有的。OK 啦，本身的那个力度还是有啦，强度还是在那边。再来就是必杀技嘛，攻击无限上升，一回合防御上升，超绝特大伤害，然后高确立气绝，被动，自身的攻防180%提升，必杀技发动时攻防59%提升，登场五回合内，必杀技发动的单个回合，高确立敌人的攻击回避，六回合以后，必杀技发动的单个回合，中确立回避，回避成功后，攻防20%提升。然后最大59%，只要成功回避3次就能叠满了，非常简单。好友这张开了两路，也点了27点的连击了，其实是非常棒。然后连接方面，金色的战士这个最没有用的连接涨得最多，那也是 OK。然后交替成悟饭的话，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超绝特大伤害，攻防180%提升。受到攻击的单个回合中，攻击58%提升，这个需要被先攻啦。然后血量越多，防御力就越高，最大100%。登场的三回合内全属防御，然后战斗中两回合防御成功，应该说成功防御2次，下一个回合开始防御58%提升，成功防御4次，攻防再加58%，防御6次。那么接下来的全部回合。全属防御，非常棒。然后最后就是这一次的重点啊，敌人的气弹系必杀超高确立无效化，并且以激烈的威力反击啊，激烈威力的话是4倍啦，是最新的倍力，非常非常的猛啊。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尝试来用一用啦。我打算把它用在这个北极大钻啊，因为之前是有听讲，这一个。悟饭的反击啦，在回避封锁回避的情况下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我要尝试看看一下啦。所以选择北极大钻，它最后的深蓝达是属于气弹系必杀，然后是属于那个悟饭可以反击的范畴了，然后带了这个 Scouter 啦，这个 Scouter 它可以看破必杀啦。那么就以这样子的队伍来出发啦。不是很强，这一轮慢慢打下去应该会打得蛮久的，但是就大家耐心一点点，慢慢的打下去。前段的话我应该是会一直让悟空啊，会一直让悟空把攻击给叠上去，然后叠到最后就靠那边拿输出啦。我这一张好友好像只是点了10亿的彗星，所以打到北极大那边可能会有点输出力度不够了，所以要靠其他人了。再来就是跟他连接比较 nice 的，肯定就是我们的素属的超赛悟饭了。除了传说之力这一条连接跟，然后在交替悟空那边就是孙一族这条连接之外，其他连接都是连得到满连接6条连接，除了孙一族之外，OK， 这边的话就先让悟饭过渡过去，花一点回合数，不会太久。嗨，二连击必杀，这边防御力给他拉下来。你在交替成悟饭之前啊，这一张悟饭是要扛在一号位的角色了。
OK， 这边的话，敌方是，喂，完全开不到招嘛。这样子摆先，暂时这样子，就哎呀，开得到必杀，开得到必杀，刚才搞错了。金色的战士，战斗民族赛亚人跟超级赛亚人。好，初始的防御力130000，没有瞬移族的连接，没有 extra 的防御加成，比较低了一些些，不过 OK。那些先过渡一些，过渡一下。这边的话，尽量的就是把必杀给多打出来了。27点的连接，是可以信赖的了。396万的初始在连接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不过有一个35%的那个辅助存在。OK， 回避一次。就回避一次吧。这样子的话，刚才是。十二三万的那个防御力，等一下下一回的防御力会再更加提升了。我说悟空这边其实站在二号位是他最好发挥的场合了，只是这边的话就暂时这个样子。这边反而更多。My god， 这边肯定是会打到他挂的，可以，无所谓。这一张超赛悟空族 Zeno 啊，我会把它一次留住这边啊，就一次叠攻方也是一样，要不然打到深蓝丹那一个段落，没有角色可以帮超赛悟空扛一号位，所以我就让他由这一张 Zeno 来代替吧，也是一样大幅提升，算是蛮猛的啊。这个回合，让苏放摆一号位其实是小威胁了，不过就不管他了。草皮上有，然后这边的话16万的防御力啦，连接是连上去了，多了一个零战的 2.5%， 然后刚才因为成功回避一次，所以就防御力会往上升一升。杀 OK， 只要没有行拱必杀其实都好说，悟饭在这边又可以把防御力给叠上去。嗨，再来啊，没有连击。那这一次塞鲁茨540万啊，只要连接连上去之后就是不一样啊，瞬间移动回白系统。好啦，最好是可以连多一发。喂，怎么你全部连普攻？难得，然后高确率的，高确率的回避就是这个样子。目前只连了两次必杀，还是慢慢来，这个不急。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就过渡过去先。虽然说慢慢打了，可是其实通关的速度也还蛮是快一些，还蛮快的。259万这一个阵容。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没有 extra 的加工道具了，全靠角色本身的自身能力来打，看能打到多高。其实是还蛮期待悟饭的表现的，等一下。OK， 这边的话就继续叠，叠好叠满。OK， 这边是因为YV 是有连到，所以防御力会上升，结果没有。嗨，300万，不想打太快了，是不是？可是不打快的话，又会拖了好久。559万啊，十月。嗨。瞬间移动明白移动杀再来。喂，你的连击嘞，悟空难得，不是连补空就是不连击，27点的连击喂，悟空马吉卡哟，到底是怎么搞的啊。OK， 这边的话就尽量不要开到超必杀了，我还希望让悟空多叠一点点。现在目前我们这次的销售排行榜啦，都看还排在第二名，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冲上第一名啦，还蛮期待的，因为氪金的量其实还蛮大啦这一次。
OK， 哎、啊，可以，可以，可以，够了，够了 ，Enough。嗯，虽然说已经是可以变了，但是目前还不太需要。21万的防御力扛一个一号位，然后顺便开个必杀，暂时不变，暂时不变。我打算打到大概体属段落吧，体属段落才变，多连一些，多连一些必杀。哦，哇，715万！哦，对，因为回避成功的关系，我忘了回避成功还会 extra 增加攻防，难怪这么猛。高哥上哟，死要死耶！哦，哎，这档贼诺到底跌了多少了？哦，38万，好快哦，神奇呀、啊、！OK， 这边的话就不需要开到必杀。是没有想要打到太快，可是哦，就有时候也是没办法嘞，他就不知不觉就打很快了。哇，话说大家这一次抽到怎么样？我看到很多神抽啊，像神比克，哎，蓝色天空直接出来，然后接着的另一抽又是出货，哇，真的是猛到一个炸裂，有没有？超能的，一次中一次中，看着都那个什么，口水一直流啊，我也想要啊，但是人家神比克抽的够多，我就抽了那么一点点。没得比啦，就以这个抽卡量来说嘛，一切都运气，而且平时他也是抽很多，该还债的时候还债。上一轮那个悟空比克的卡西，我看他抽了1000抽，哇死鬼！我靠，哎，怎么你的连击真的打不出来吗？悟空，哎哎哎，悟空这边才叠了四次防嘛，什么鬼哦？30多万的防御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30-40万。哇，你快挂掉真没送哎！呀呗，都看到已经要来了。嗯，我看差不多也该要开了吧？想一下。哦，对了，现在哎，我这一轮应该要开那个斯考特。斯考特没开的话要，因为他需要下一回这一回合开，下一回合才有效果。妈，这个道具太少了，应该说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次特地为了这一次测试这个悟饭，结果完全不会使用，操作不当。妈，这个我算一下，北极大这一边，虽然只叠了4次攻了，但是北极大这一边可以直接满足哎，要算一下一二，差了一下，不过没问题啊，差了一下，等一下下一轮深蓝达的关卡就可以了。OK， 这边的那一个叠攻速已经叠了4次了，4次真的是不多，不过就直接交替了。哎，就他妈的，因为都来到这个关卡了，还不交替，OK， 好，直接来，哎掉，算一下，先开掉再算。哎呀，おめえの強さよくわかった。おらもうやめとくわ。お前の出番だぞ、ごはん。来るな。わかりました。やってみます。哦，最经典的一幕，悟饭初登场呀！剩下目前只有转交替之后剩下17万的防御力，但是有一个全属性防御，收发在扛普攻方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啦。1、2、3 ，OK， 这一轮我就要开上来了，然后下回合一次。2次、3次这样子，应该是这一回合来开了，不然的话好像不太对的顺位啊。罗卡莫这边就不特地去点了。嗨嗨。
那么首发608万一个先攻叠防四次，老实说就以这个伤害数值还没叠满的情况下，我觉得是蛮足够的啦。然后再等一下多受到两次攻击，布范就可以在 extra 获得 58% 的攻击加成，那么威力会更加的猛。嗨，前属防御轻轻松松。OK， 攻防 58% 再次提升，防御力就是 extra 增加了 116%， 然后攻击力是 58%， 实在是有够猛的啦。而且血量越长防御力也会越高。 OK， 那边就是这么样子过渡，然后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必杀在哪里出发啦。好，50万的防御力啦，我们的 Zeno冲得非常凶啊。应该不太需要担心被打死，但是都打到这边了我也不想死，所以我会先开吧。 OK， 那么就出发吧， Let's go。 这次是没有 extra 的加工道具啦，就是实实在在角色本身的能力能到多少就多少。好的呀，757万。468万，应该得是吧。我是希望可以直接把它给干挂掉了。啊，应该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Scout 的效用啊，应该 OK， 应该 OK。我觉得问题不大了。下一回合看船一次，回复竟然回避掉了，死鱼。OK， 这边的话就继续的叠啦，继续的叠，然后就可以常驻获得全属性感动，这样来到最后一个圣兰达那边会比较安全。嗨 ，OK， 完成。这样子的话就接下来的战斗都是831万，可以吧，这个伤害数值大家叠了四次攻罢了。悟空不做攻啊，悟空不做攻啊，834万，837万，可以啦可以啦。很棒了很棒了。然后这边也是有的看穿必杀在最后一发嘛，不过就不管它，我们开一个 wish 就可以过渡。那么这边的话 Scout 也是要再开多一次，因为下一回合也是要用到。OK， 就这样子。嗨 ，OK， 那么就先过渡这一轮先，先过渡这一轮先。跌到现在才360万，好惨哦！瞬间移动500攻，这个 Goku Zeno 哇，大幅跌攻防确实是看着很爽，可惜啦，本身数值有点低。未来如果他极限再觉醒啊，他的三维数值再次拉高一些些会更好用。可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跌到这边才不到千万伤害，又是不够了。因为我相信等到这一张 Zeno 可以极限的时候，我们的基础伤害，我们的线卡的基础伤害应该是破千万的。希望等一下一轮的圣兰达他的这个必杀技啊是在第一回，不要先攻，就是打在一号位是最好的。塞不塞哦？直接没有必杀技。哎，这个是什么鬼？你直接没有必杀技给我？哦，dang。只不过想要 test 一下，结果你直接连必杀技都不舍得放出来。OK， 845万，可以啦，大家足够了嘛？这还不顶吗？900万连击一下，没任何加工道具，只不过一个辅助跟满连接，攻击连接全满的情况下，这还不赞吗？天下无双，
能打能扛，而且他的扛不是一般的扛，我觉得跑去扛布罗利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OK OK OK OK， 骗啊！不过下一轮开始就没有。哦，星空必杀 ，KKKK， nice， 66万，我看你怎么打。啊，不会是直接解决掉战斗吧？应该不会吧？美吉大还有3、4、5条血，哦，那个行吗？卖戏哦。嗨，54点，无限叠防就是嘛，哇，来到400万啊！好啦，不过还好那一个 Scouter 是可以3回合来使用。如果下一轮还是没有必杀出现的话，那我只能说一起干了，我也无话可说了。那个北极大放水，我只能说北极大放水了。嗨，行走悟空就是战。OK， 那么来到这一边，明拿，我可以讲什么？没东无话好说嘛，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无话可说啊！北极大这么照顾我们的悟饭，我只不过想要尝试看看，哎，608万没有被先攻，也有608万。很够了，我觉得大家不能再嫌弃他了。行啊，还能不能拖多一回合啊？还能不能拖多一回合啊？下一回合悟空不要这样出力，应该是可以的。可是下一回合没办法看穿必杀技，有点小危险嘞。我靠，悟饭直接2连击，我看等下 Goku Zeno 都可能把他给干到爆掉哎。My god, my god， 那这次就暂时先看到这样子的能力了，那个就没办法了，那个真的是没办法了，我们只能等以后了。北极大完全就不给一点面子，他硬要，他真的是硬要。那反正最后一击了，直接请掉他吧。手加減はいらねえな。今度の俺はちょっと強いぜ。うまい。ハメハメ。OK， 好，哎，那么这边就先把北极大给解决掉了。悟饭，应该说悟空交替悟饭，我已经把它当做悟饭来使用了，我完全没有考虑过悟空的那个心情啊。这一张我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叫他悟饭。哎，这一张悟空交替悟饭整体的能力其实是非常优秀了。就算啦，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不确定的东西就是他的反击必杀到底能不能在回避无效的场合上使用。虽然说英文翻译那边是那个 nullifying， 是确实是讲无效化的那个翻译，而不是 evading 嘛。可是我们这一边就在测试的时候，应该说那些有师傅的那些大佬啊，就测试的时候就发现到好像是不能的啊，好像是不能的。所以如果他可以在回避无效的场合下也做到反击的话啦，这一张悟饭，那他的那个评价将会更加的提高啦。而且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啦，这张不管是摆一号位摆二号位来使用，他都是绝对的强势啦。只要被敲到差不多4下之后啦，攻防提升就差不多30出万的防御力，然后你再被打到6下，直接全属性防御，攻击力的话就没得不用说什么了啦。刚才看到只不过是叠了四次攻击，然后剩余的被动全满，那么他就可以很好的打出伤害。没有被先攻600万，被先攻800万起跳。哎，这个讲真的，在现在的7周年之后啦，除了鸡牛队长能这么猛之外，哎，就我们的悟空交替悟饭啊，而且他的防御力
因为有一个全属性防御的关系，所以是比塞鲁还要更猛的。塞鲁本身是很强，塞鲁是很强，虽然说我还没在试用过，可是单单从数据上面我是确认它是非常强的啦。然后我们使用体感下来也是很猛很稳的一张卡啦。前期悟空叠攻防三次必杀之后交替，马上交替也无所谓，攻击力还是有在那一个在一个段落的，那就是强啊，只能这么说，天堂送啊，此外。好，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じゃあまたねー。